会有啊最好的啊状况跟啊这接受，但是一些病人啊的课题是讲就会在咧交代啊做，因已经离进前啊啊进前了吼，啊咱已经离这个当中已经目标到这已经达到了，一般已经规划目标，但是即马落来当中呢是都开始去预备去安装安装各种设备啊，对后边哦，比如以这个装修啊，装修与销售啊，啊，这个新修啊，一个所在，啊，这三修的这个，这个啊，这个肯定就是，我们看不就是，啊，这个柜台啊，比如说这个柜台，啊，科技两边这些搞这些很贵，那当然就是你看啊，任何可能有这个时间的哈。啊，好人共鸣啊啊，分享，给咱平安做房间啊，总结上啊，一些心得了哈。那以外的呢，好放多花时间了哈。像民间是别有分啊，以前会搞改良了哈。那我希望这当天吧哈，点出来，哎，对我好点出来了哈。啊，这里、个、啊。哦，因为伊嗰个轻秀哀怜啦吼，即个轻秀哀怜，哦，即个叫做不论不为文之官啦吼，莫用伊个种不言，人听着咱个作为讲啊一个形吼，哦，咱伊个空间上面即声音啦吼，点人点点牵挂，即个牺牲，必须来牵挂一个人推得掉啦吼。伊是逆向分析，逆向分析讲，伊迄个所在啦吼，啊，迄、那个，那个讲伊的这方式的这环境啊，刚刚有迄个谈议啦吼，啊，逆向熟悉啊，逆向熟悉啦吼，都，哦，这个物件，这，刚才讲讲这性质，这造成这环境有作化一种变化，产生讲过去。咱有听着讲，啊，当时的时阵啦吼，登山大家啦，啊，就是吼，讲来归，啊，来归啊吼。啊，咱台湾迄阵的时阵啦，迄个蒋介石吼，啊，来武功，啊，就是讲个黄金山进行迄个牺牲啦吼。哦，今日讲起拢是一个吼，一个迄个啊变化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呢，人物变化。那个国，那地方从新疆变，天气爱变吼，啊，足济天气啦吼，啊，对着的时阵啊，这个性命，啊，你离开当中，把真正哀叹的意思吼，或者解释讲，所有的动物、植物啊，天地，这个性命的离开哦当中，伊能够干啥，讲尽量把这个。这个天地甚至呢，人事物吼，安尼叫了吼。即马到这个所在就是来讲，立足一点啊，已经来离开去。啊，即后面这段呢，安尼讲一下吼。对我来讲，一个十一月，十一月，更小心三军官僚，更小心三军官僚，闭门饮锦绣。以文以形象，经营真心，经营真心，莫管所持，莫管所持，爱分享多元，爱分享多元，用言基础，用言基础，书所归言，书所归言，习习，用言直贯则开，用言直贯则开。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看心看并所传以我智慧，看心看并所传以我智慧，
这段的当中啊吼，这就是在甲伊讲的吼，习惯啦吼，哦，伊冬啊，迄、那个冬眠，这个冬眠就是你讲，哦，咱迄、那个啊，这个西元啊吼，啊，713年啦吼，啊，就11月啊，13日吼，这个西元713年啦吼，啊，进的是西元。2023啊，一公里三，以上嘛吼，或者计算一个公时，当表时阵，甲进已经1300几年吼，的迄个时阵嘛吼，啊，当年当迄个年啊，这个啊，这个西元713年7月啊啊，713年11月啊，一个月了吼。以广州、甲潮州、神州这三个官僚，广州、潮州、神州拢共迄共迄个所在。哦，当然广州省啊，咱过咱过叫做广州省。哦，啊阵呢啊啊，即潮州县啦吼，啊新郡啊，即个啊即个新郡乡啊，或者叫新郡镇，即个意思。港迄个所在啦吼，这官僚因为哦当然啦，广州哦广州的官僚，潮州有潮州的官僚，新啊新官新官官僚啦吼，哦厦门人俗啊情俗，这个厦厦门三点水平，厦字厦在说就是厦，厦门人情俗，就是讲一年啦做几年，哦因这个时阵啦这土地啦吼。亲就是因为这个修行人啦，俗就是因为俗人百姓，哦，精精营精心啊，吼，这群人，无论是做官僚也好，离广州也好，潮州也好，新州也好，这官僚这人，甚至呢，因为来做迄个农民，是伊来对这地主，甚至甲一寡个时阵啊，这个僧人啊，这修行人。哦，那是俗人，经营真心，经营真心，大家哦，要把伊哩伊这个心，这个肉心啦、啊，吼、哦，伊嘛咱这个心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物件啦，吼、哦，就是大家要把哦，用迄、那个迄、那个肉心，就参讲咱当时咱老先人为康的时阵，哦，咱三十一个单位嘛，吼、哦，三十一个单位当中呢，伊哩我嘛参讲，迄、那个不来的先人。拢一直为讲老先民哦，等于这个哦，这个发展，啊，就来家己到对个所在，哦，啊，像当时啊，老先民伊哦找所在，中先民伊哦家己找所在，哦，按咱咱的时阵，咱先民他讲，要去去对拢无适合，因为离咱玉树山后边，当时是讲可能玉树山当中地理无好，不过呢，因为咱先民去行行。这就是好地理，老先民当时发出的所在，你去评定对你的所在不合。啊，这代表什么意思？你讲哪？意思讲老先民的肉身，这个伊虽然伊哦德高望重，伊人归苦于了后，啊，这个肉体会来当代我吃，会当哪庇荫着我吃。我吃就是代表恁祖先，你我吃就代表恁老先民，你听好。就跟你讲，三三个单位，三一个单位，咱上或者所在，大家有这个心理的，或者讲是精，就是要甲精的，要甲精用，甲用这个。虽然讲，咱甲讲的讲，大家要精，讲的是讲好听啦，吼，哦，我要哦，老先人，赶快啊，请来我这个所在，啊，意思是精，啊，内底有好处，唔是你精不精，所以到尾，咱单位。东西两千年到底是双啊，这里到底是双两个到底是双，所以这个人很给我的意见，对于他们看见有什么样的意见有意见、哦、啊，所以呢我关机我关锁住你的那个毛咱那块钱啦啊毛不少块钱啦一样会一样的经验一样的经验一样的经验啊他在哪里就啊不得发挥啊发挥啦啊什么经验到了新年啊，回来我会慢慢来吼，我会哦，爱心做了我关心，来温柔。
迄个时阵，就是因这个人啊，修法变了，哦，运用到道是一道，道就是求啊，这个啊，这个求道，哦，道等个时阵啊，这个人做不了，哦，虽然你人等了，八心哦，八心已经哦，已经做一个网络结束，但是你灵体你嘛做清楚，甚至这个这个因缘。你若做规定，还拒绝空调，啊，无这点，到时啦，无法同你决定讲到这个现贵的所在啦，吼，啊，你个呐，哦，这个，但讲是讲，叫做运用道场道观，香烟基础，啊，思索规个，这个香烟的基础，有香烟规个落去，哦，啊，思索规个，就是讲咱大师要归向地方啦，吼，这个意思。时，哦，迄个时阵，烧了的当中呢，香烟真远做起，且讲，这个香烟伊的方向，就直接灌入做起啦，哦，做起就是讲做起习惯，哦，迄个，咱就较在几年前啦，吼，咱我去中国大陆，啊，冇去到这个做起啊习惯这个所在，哦，安尼对啦。啊，去参拜啦，做，哇，给这个啊，花心菩提啦，吼，啊，而且中间有啥讲，那嘛是真正地理环境，啊，当时啦，做一下中间呢，已经1300米空地的所在，所以也是一个圣地，啊，咱讲真正去到迄个所在参拜，吼，啊，迄个所在是非常做起，11月13日，哦，11月13日，就是讲。迄、那个哦，迄、那个十一月冬天，十一月十三日哦，千人家看千里，新康啊，并所传伊，我认为啦吼，迄、哦那个新康，迄、那个新康就是讲哦，迄、那个较早吼，咱迄个哦，迄、那个啊，迄、那个康有话啦，讲较早咱遮个迄个叫，伊咱叫啦，就是平常时了了吼。啊，平常时较早嘛咧，迄个规划过吼，拢有咧健康。我会记起吼，迄阵公司啥物啦？迄阵迄个啥？迄个沈姐，新福利啦吼。伊公司那是比较规划，来另外了解健康规划对啦吼。但是因为伊这个康就是讲，哦，伊内底有解释啦 ，CD 哦，拢哦对，那就是想啊，头前接一个买。推荐按你发现对了吼，你叫做健心康啊，对啦吼，并所传的医馆机会啦吼。如果因为当时哦，因为啊，伊所传的医啊吼，做几年，当时无所传的医馆，啊，并就是讲，迄个并的意思讲，做会我把钱跟高人做起来就对了吼。哦，今晚来介绍啦吼，啊。处理7月25日出刊。地主方便以向你相持。文人意念出秀之际。随先以披胸起步。随先以气血起步，起步。过河疏浚入塔。不宜塔内白光出现。不宜塔内白光出现。日上冲天。日上冲天。三日四散。三日四散。小舟作文。小舟作文，红七立笔记书道念。红七立笔记书道念。哦，因为迄个去年啦吼，啊，讲过年的意思啦吼。迄个过年就是讲隔年，去年的隔年。迄嘛，因为公司内底当中呢，迄个人才啊，当中在冬天中啦吼。冬天中，冬天中，就是
李世民嘛。啊，董延宗听李世民就讲，董延宗伊大将起来，啊，伊大将起来以后，伊就把改为一个啊，这个开元，然后开元，开元年号，啊，起源起个年叫做开元年，开元年个人他讲起讲叫做开元年呀，安尼对了吼。啊，所以呢，伫迄阵当中呢，伊是天宗啊，是覆盖布料的话，话讲中宗啦吼，啊，中宗啦，就是伊个二姐，哦，大将应该前就对了吼。啊，伫迄个时阵呢，就是伊个中宗皇帝，哦，啊，中后边是皇帝，这个中宗皇帝的康辉啦吼，处年七月二十五日啦吼，来讲开元二年，哦，即个七月。在后面啊，出摊啦吼，地主方便以用以上是地公，因为出来了后，迄个出摊的人变成用用你，因为东西啦吼，迄个方便啦，咱是来做方便头前啦，啊，伊的地主迄阵东西，因为来做法不严，啊，这个方便讲，哦，你会当，你会当那，你会当啊。啊，属于的这个啦，啊，伊这个马上，你袂当属于的联想，刚才你讲吼，头前咱是安尼解释，就讲这个方便，这个人，哦，因为伊那边讲你念，哦，即个你信啊，迄个啊，即个业啦，工业物件，结果咱进步成绩，你来人咧泥巴吼，你念这个啦，你念这个叫德啦，吼，你念菩萨啦，你念弥勒啦，吼，你。你放在起来作祟的吼，哦，啊，迄个雕刻，迄个雕刻，咱雕刻作祟，啊，方便就差不多讲，因为伊差不多咧，啊，差不多咧，啊咧，啊用着迄个泥塑，哦，啊泥塑就讲啊，迄个油画，啊，迄个油画，安尼落去，安尼个，安尼个用，一个咱迄个叫作祟的，的迄个形象安就对了，但迄个形象捏出来当中呢？其实非常神啦，哦哦，伊当属于哪，伊个马上，伊袂当属于神像，哦，所以流向掉，啊，伊流向，伊个马上掉，就是讲咧，哦，你只能去啊，这个心灵观啊，做这个，迄个马上，哦，伊这个迄个马上，马上，马上，伊当经过，哦，这个塑造的。啊，不过一千三百几年来，这年来这安怎变化，咱有了解。但是迄是听讲当时嘛，作品的伊本身，在哪来？伊的马姓菩萨，当时伊当时倒伫迄个铁杆金马顶面，对不对？我当然啊，当时人安怎做？啊啊，不理解，起码咱是有了解。伊就是讲伊的马姓菩萨，但是迄个是后壁，你移民来铁杆金像，伊无了解。但是你若是咱客气上好，你有你个理解。啊，你若要客气，就无必要理解。啊，对了，你去举办比赛嘛，无理。啊，你若啊是客气上好，就有你个理解。啊，不要客气，不然咱咧拜神咧吼。啊，其实咱个心境，啊，毕竟年岁人，伊个咧高个人，毕竟个啦，要用金钱咧考虑，你得讲个意思嘛，对了吼。本人闷言以言出笑之计。这个门人呢，那是前了后当中，有人要当处着这个啊，咱来做鬼的，这个头壳哦，要等于哦，要等于办，那对啦吼。迄阵个那什么血迹什么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当中啦吼，啊，迄阵伊为着要用伊的老母，啊，所以请哇，请了伊出那个鬼，还有这个头壳嘛吼。啊，袂记得讲，我是欠你钱了，我无欠你了嘛，吼、哦，迄个当中啦。啊，伊即门人伊念初信之地，伊因这人，当作为因这人，伊即个门人当时，伊做起来这当中啊，即、這个啊，即、這个啊，进的迄个华人老百姓了这人吼，或者是伊门人，伊就了解。有人会来甲处理小结，就等啊，这个作业这个拍。随身衣体液哦，轻薄，随身的个体液就是讲用着迄个体啊，
踢片，踢掉皮肤就是踢片啊，吼、哦。啊，对这个结，对这头的结，我它包起来，哦，啊，也是讲有那个起薄，起啊，吼、哦，起的时候那底层起薄，那怎么办？怎么把那个油漆起来，吼、哦，怎么办？这个刚才讲的讲的保护，这个什么会掉了，完全倒不掉了。高火疏经的话，你讲保护高就是讲保护这个。这个书记，这个书的这个阿妈，这阿妈，阿妈这阿妈骨啦吼，入头入个头底啦，不离他来地宫出现啦吼，伊个时阵来变头底啦吼，因为贡献嘛，咱老早迄个时阵嘛是真神奇啦吼，迄个地宫吼，我写出对啦吼，迄种是一个真正哦神奇的物件，来今日讲起讲作为人来对啦。一性确实，哦，一个一代圣人，确实无简单啦吼。哦，咱若比较讲个，哦，伫咱中国，哦，伫佛教界个地当中，你真正一本经典当中啦吼。当时哦，淡薄初作个个台湾嘛吼，新古宇宙，哦，即、这个淡薄初作嘛，啊，淡薄地方是过来嘛，即嘛算得过来，新古宇宙。哦，阿个时阵啊，经常三做道心，哦，四做五门做，哦，甲六做归念，那出了一本六做大经。啊，当然，因为佛教界内当中，就是因为一本，我咧中国上界哦，即、這个中国啊，该用伊个地理，该开辟一本大经，尤其即个人都比较容易啦，啊，叫做六做归念，安尼对个吼。所以这本经典出来了后，应当有人用功啦，应当有人用功啊，在啊在这两个在对上哦，他帮我对付告白的贡献，哦实在是用功非常多啦吼、哦。所以这目前的发表，啊，比如咱的金刚经啦吼，佛法经啦吼，啊甚至佛教什么经典，其实这种叫做是印度的传统是讲的经典，我甚至把它讲出来。哦，大部分是因为嘛是叫做印度人啦吼、哦，但是迄东西了后，当咱经过了三大法师，哦，起码是有一定啦，甲翻做中文，安尼来看，啊无，其实讲直接看为经典，你对住吼，你莫当作为咧，以前拢真正是因为无经过翻译过，所以你看经典有一本，所以当作为咧。啊，尊在咱中国，世界公司一个重要的地位啦吼。那讲释迦上好尊尊好，儒家顶好万一分，三依万好修万事啦吼。静心心要用，诶，对人做一点，啊，是肯定吼。所以呢，一枪冲天啦、啊，三日四爽，第一个三日。把咱讲个三笔，即个白云啊，山个三笔啊，是挺足够个时间嘞。三笔是72小时嘞，伊个天不怕用，像咱过些日在新疆嘛，发现那个老无用，伊用个翕相个吼，发个相，他妈拍起来，他妈一哇都有钱吼。因此呢，伊是三笔嘞，那山个嘞，迄当然嘛老无坏嘞吼，唔是讲伊啊拍起来随无用迄个，哦，安尼吼。所以那个三一时阵，这个小周作文哦，这个小周的这个微气数啦吼，小周微气数那作文造文吼，奉特别哦，比纪念作文的吼，特别哦，就是造小周造文的特别，啊，中庄的当中呢，那个引起的比当时伊呢，中国比人真比啊。这不是简单，你也当学袂来比的。我比伊咧个做袂了，伊要用这个比，但是皇帝伊的特点，啊，为甚物人敢去来用这个比呢？当时啊咧，你唔要讲过你比，你只能讲你有啊，你吃个惨啊。但是你迄个皇帝，有皇贵，啊，皇帝本身内底当中，伊的烙印，伊的名言，伊的思想，哦，所以你啊到中国大家，你一定比作你，你比人作你。比人啦吼，比人作成。我讲哦，即地比大地比中啊，地比那啥啊啥，伊
因为去到迄个叫欺负，吼、哦，去到欺负啦，就讲大家欺负。你若因为到空灵去开始，把种啊悲灵作成悲灵啊，作成，啊，拢第几代、第几代、第几代，啊，什么第几代、第几代、第几代、第几代，吼，迄种历史性记忆，啊，所以咱做不了。咱今日咱若去到做客啦吼，咱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去到那吼，你什么方便些，什么方便些，来得足清楚。所以就一千三百几年来这个地方啦吼，啊，我同个改变大众的这个意识，所以咱才讲这个信念来到这个世界啦吼，确实就是安尼个简单，安尼个吼。所以天地就比技术多个。就是纪念跟大师来到这个世间，吼、哦，也这个德性，吼、哦，啊，书春秋七夕优良，书春秋七夕优良，言以传以十四传一，言以十四传一，三十九啊，足法，三十九足法。说法理性三十七载，一句书法讲四十九四十三年，一句书法讲四十三年。五道超凡者，目的其所。五道超凡者，目的其所。但我所传的信义，但我所传的信义。中宗数摩那波达波波，中宗数摩那波波，极方便速速真相，极方便速速真相，定得固定，定得固定，诸其暑假书籍，诸他暑假书籍，应定波林德定，应定波林德定。流传传经，医院统计，医院统计，处该兴良三宝，处该兴良三宝，玻璃滚星甲，玻璃滚星甲。哦，这阵子中间说了吼，书就是讲在讲在打坐会员大书，也是会员的吼。一五春秋就是讲一加七十六岁了吼。以这世间的这堂根本啊，将两修七十八年哈，连二十四回传一了哈。因为当年第二十四回来这当中，一个低调合作啊，咱老咱为了运动是去到哦去到的时阵啊，啊这合作啊，而且做出基础做不稳，但关于来这当中也要观察。对这个时阵，啊，自己在当中背后的，请人做训练去，哦，因为，啊，你必须，啊，你必须先背会，是吧？必须先背，那背欠开了吼，你那种是想的吼，所以你要当中啊，三点开始就学，三点半啊，但是三点啊，一天当中呢，哦，但花你主要的。
伊去找找个人，啊，找个人，恁若做弊，迄个无做弊个，人无病啊，吼，我身体患病啊，吼，啊，就伊啊，当这个物件做不对，大家就知影，啊，伊无做就讲，啊，就伊要罚，吼，罚伊，吼，都，就是已经穿了掉啦，吼。所以开始七点啦，哦，到星期四的七点到点开始约啦，哦，迄个呐，迄个七点上半夜呐，大约开始约掉，哦，迄边个来，边个放出清楚啦，吼，这边个怎么这样？啊，我咧讲个时阵啦，因为伊迄个当中，就是24月迄个时阵，伫春晚的时阵，伊个啊，这个穿衣，就是参详，咱咧讲个，啊，这个。做书啊，传的，个参着讲，啊，咱林建，咱的迄个，咱林建已经归空了。啊，林建已归空了以后，伊就话传到林建，叫做哪？叫做林建的。啊，林建的姓林啊。咱林建不过50岁尔，啊，50岁人的当中，伊两个够有名哦。伊人的六十岁、七十岁、80岁啊。刚从台毕业，在德高望重，几岁啊？但伊在传来的信息。哦，我只会笑一点。哦，但是因为民间人，这个民间人，因伊讲出来了，伊传了了，这地主心难当宽哦。所以伊本地人叫伊个谁？哦，伊些人叫叫什么？本地人哦，啊，你双胞传十分之一，不给我们看，我操！以前人讲得主就是安尼，哦，那就是讲已经。传伊就是接受到这个叫合作，哦，而且你一定对啦。但是你对啦，合作是唔是啊？那你对啦。伊爱受分15年哦。后边讲说法，就是这个叫伊38岁出发，38岁当时剃头，伊15年内底啊分头。伊汉入伊帕拉本内底当中，汉帕拉本内底生活，哦。啊！你咱上课讲，啊！伊若变，迄个怕啦，那个动物的当中，伊拢把头放上去，走。哦，啊！人咧上话，伊咧食饭啦。哦，啊！无伊有啥个巧伊啊？伊个变化，咱应该拢知影吼。但是39岁，哦，当去，哦，当去接班，哦，接班，接班的，当真正去剃头，迄个变变个东西啊，变唔到吼。27岁到39岁，迄个当中，当会到15年。所以呢，38岁的朋友啊，正式哦，正式，那要讲公平啊，啊，正式啊，献为上圣，安尼对啦吼。说法二生37载，伊讲因为伊讲法哦，道法有前众生，内底有37年功，咱真前辈啦吼。那要讲讲个37年道行，拢有啦吼。你想要相信吧？我讲你，你讲三，你讲37年，我讲你唔知37年啊！反正你靠你的手，你讲起码你40多年了，吼，感谢你吼。咱来做会员吼，37岁咱就已经开始做啦，算37年了吼。哦，得智思发者有43，比如得到了达做会员，而且发智，思就是讲言传承啦吼，即有43。跟着较有名的迄个传承有43位啊吼，摩多车法者无比伊数，就讲除了这43人以外啦吼，有得着道无得道的人，什么超凡入圣的人啦吼，唔知偌济，哦，摩就作者就对啦，无比伊数我都去算吼，但摩所传信分啦吼。但无所传信分，代代传的信分啦吼。中宗属摩勒啊，这个叫佛国。中宗就是在摩诃萨国啊，东太宗哦的弟子叫做中宗皇帝啦吼。啊，中宗在迄个时阵，咱读做时阵讲中宗皇帝，伊做兵的前位时阵，但叫变前位时阵，无恐怕叫武则天嘛同款面啦吼。武则天都看袂下就对啦。但你讲方方面面好大嘅事，啊，安尼对啦吼，后来就出嚟创造面嘛吼，你一方面，哎，嘛
摩勒，这个摩勒果，佛摩勒就是在佛教上内底当中叫做迄个哪呢？叫做传意啊，意啊，或者解释叫意果，意果，意果，意果。啊，这个摩勒内底当中有这个三意的果，佛教上是安尼，就是叫做净他的意果人生安好会。哦，这三样叫三意，叫做传意啊。一卦就是讲一个卦，哦，即我过去啊讲过吼，所以即个十一，哦，迄、那个真加咧，伊咧中国人讲叫做哪个叫伊，哦，叫做大伊啦吼，啊，毕多罗僧，哦，叫做入众伊，啊，就讲你要讲咧听你个人变当中，你爱请咩入众伊啦，毕多罗僧，哦，安陀会，安陀会，即个三叫做众伊，就讲你肯定重要。哦，你去拓宽了后，你准从以后，你去做分会，你得爱钱，你安排，安尼变，安尼变做主意的变吼，啊来，我，这个贵，啊，越来越公平，越合理，越正，两边公平，咱就去重建然后，啊，这个中宗室，我那啊，这个我那啊，这个都话，啊，就是讲，这个这个话对了吼，一方面。啊，这个方便啊，吼，啊，这个速速之效，啊，这个方便，啊，这个啊，这是一个条，这个这个条条件书啦，对我通常来讲咧，去年去年有一个那个技术啊，对嘛，然后伊专门咧做不像用泥巴咧做不像，你讲你做这方面，你看你看的，真正吼，你看到你看到贵了。因为太重了，我哩想咧，实际摸哩个小，哦，去个目视那个，你看你靠地吼，你看到做安动的吼，哦安尼，你这个三步路啊，哎，有滴没有可能有事啊吼，你木材我到边个听吼，伊用个泥巴做个土块，用个泥巴呢，他那个时阵啊，那个时阵，哦，那三步路的，你看他地包括有啥？你看那行行情的啦吼，嘿，没有人要，你看就要把它弄，你竖起庄严，哦，你竖起把那个命你看开始丢了，你是做饭干什么？干你那个小这个那个庄严，看就丢了。啊，这个方便，差不多那个少数啦吼，所以把咱那做为业，伊那个真相，啊，刷一挂就丢了吼，变得无定。定义伊东西，迄道具就是除了伊这个上面哦，包括伊个三块个道具，哦，主他书籍啊，这个书籍，这个书籍就是讲，迄、那个里遐个果啊，这个就是他个啦，哦，书籍就讲到吼，这个哦，这个书架，哦，主他个书架就是他，哦，这里遐个。你管理你迄个人，刚才讲个今年有幸我先讲，就是哦，迄个个阿叔啊来管理啦吼，恁老婆带我安尼对啦吼，迄个是有人来管理老婆带我安尼对，应变应变不灵得了。那安尼当中呢，咱大孙以应变应做里底不灵得了，做起不灵得了，你既然知道做起。这本土人来对当中啦吼，哦，这个南华寺，哦，这个迄个时阵，你比如吼，他给咱当作来对所有伊物件，包括伊贵，伊也做方面所写，哦，这个经文啦吼，拢写伫内底吼，哦，流传当今啦吼，咱当作当今一本啦吼，虽然讲是啊，咱个时阵啊，这当作方面作品。有照片来得蛮贵的，哦，那你得了解的是，你得要到金刚宝金贵的，金刚宝金贵的，你不能做包一分钱是蛮贵的，哦，安尼啦吼，所以用一分钱，我老爸甲进关啊，一千三百块钱，三百块钱吼，流传当中，意见统计就是讲，天天的人当做贵的。以一心推动大乘法门的成就，但讲的是安尼，哦，处该经罗三宝了吼，
啦吼，报啊报啊上报，即上报啊，咱叫做啦，天官口诀啊，下诀。李其生三百几年，就讲有报，有报上报，啊有报就是天官嘛，哦啊有啊有报就是讲啦，哦即是口诀，啊上报就是讲下诀嘛，哦安尼对嘛，啊其实讲是天上报。但是平常不有相像，文艺无相像，但是艺术是拢相像。因为这一代一代，参照我上面讲，你有美国探求，你泰国讲同学，哦，啊你不能啊你不能，啊你台湾的，谢谢，多谢啦，愿意嘛吼。但是艺术感官的，艺术感官的对了吼，所以变成足侪人啦吼，拢平常拢听着这个。这部戏可以，哦，你的三宝，他连看的三宝多嘞，啊，你的三宝在以前看的三宝假，其实那是名，但是分开来讲，凡所有相还是佛，凡所有相拢是叫方便的行业，就是讲方便的嘛，还是这道理面呢？你那公司有搞无赚五块钱，五块钱啊吼，里面那个公司啊讲得了个啦。啊！你进南川健康口啊，那边那个工地里个，但是一吨的船有够上吨，加上这白洋的这艘船，名词无形象，但是的艺术形象。那东西，咱的时阵啊，你两个，咱不得啊，当下咱的人，咱的人都是讲迷恋，哦，讲迷恋，啊，讲迷恋我生，我生迷恋，我不想的。东庆不必是后无后悔，必当何时何时不会变不转。这是东西，里面的里面不得的东西，大概就是叫里面菩萨，无菩萨为什么叫大菩萨？阿菩萨菩萨，你看我的里面啊，我不是的那个是清净的，哦，当这个佛灭无无无后悔，这个必是。离婚灭亡，不得他们两后后天的火爆，可能会崩溃哈。立功破气，还了了不把结果。但是呢，你这北洋到了十七点钟，咱五钟的做水也来分析。所以咱想讲，咱的时阵七点钟人民做出来分析，十八点钟呢，当然人民是这个借口好处。专设，我感觉呢，我能赚钱来到这边，一个人专设，那个印这个北洋墨画这个系统，那个收盘的系统啊，啊来这个初改天龙三宝玻璃的升降，当然，因为一切无法，都是被无法影响升迁啦吼，所谓的无法。就会好了，那抵抗这种，给他踢掉进来的目标，没有这种道路可以通过。这是一个东西，但是不上吊啊，也是个人穿不能走进。但是那个了解，那一时一发昏，一时一发昏啦吼。东西很多，但是那个贵呀，两千哦，两千啊，五八大，2566年，两千五八大。但是因为清国发达人的熬在这个末法时期，这个文贵族这个政法，这么专门末法。但是发表的当中，明年中书大人进归你发挥，那讲八年，所以你必须你这两个安阳这个末法，你北阳这个政法，来调一说，它叫政法时期。我怪不进啊，这样说颠得了，身本无缘。都不讲书，阿下不讲书，这个观念是最不必的。阿不，你电话电话，第二电话还生产如棉，阿你放心点，刚给我一点，电话现在经常坏，现在电话坏了电话，我最熟悉的，这个人放开心就那，这也算电子。哦，天命是幸会红红烟，哦，天命你一样，第五次开玩笑去，所以你的第等第五次过一年。这个在书写，在前面很多典型，不可能你来做，往这个当中了吼，
经讲到现在已经过来了吼，啊，今啊，总总结上，来咱离后座，咱离后去，咱讲咱应该的啊，咱咱然后做点大数据的空间啦吼。啊，其实咱经空间那时也是做好难嘛，阿妈也讲，爱个叫我爱来讲点空间物件啦吼。啊，当然能够讲，啊，阿人哦，那个人都需要啦吼。学习的，尤其用黄金的道理，那你讲讲的，用黄金是发掘金的577分内底，那个奇迹的成果揭出来。哦，那叫做啦，那你讲讲的，讲叫做内底当中的奇，那个金光发掘金，以发掘金哦，发掘金的六百分内底当中577分。啊，这段内底当中呢，有人咧讲，就是到上内底当中金光呢，就是金眼，金眼发迹，或者叫金光发迹，发迹的那个地位，哦，因为地位就是讲，哦，那地位干，社会有我干，有干，哦，有我干，金眼嘛，到五眼，到三眼，到五眼。他们跟着弄啊，跟着弄啊。啊，所以他借就是你知道吗？因为他借金光，应该是他借一个花干。花干，啊，花干金光啊，啥？印证化的话，金光的机会要搞清楚。东西也是用好啥物事？所以金光进来的话，就让通叫做功效、影响、功效、化效、变效、光中的空间。其实你若无了解这些，你用功的靠点上都发挥，并不太容易做。哇，所以呢，当然啦吼，咱就想，咱嘛真正做不过，是过去的那个好努力，真心的去努力啦吼，弄个个人穿戴鲜花。所以对个什么来讲，应该要陌生啦吼，啊陌生，啊当然不陌生，咱阿妹。其实这几年，啊，其实我咧学习，跟你讲，啊，你若有甲我要求，我都会放下去。啊，你若甲我要求，啊，我着用比我学习个听，强迫学习。啊，我若甲我讲个一个吼，讲了我这边两边，好像给基本的了解了吼。啊，我感谢你，是不是？真个感谢，我感谢你。反正恁做辛苦，大家。像我做些零单的，啊了解了吼，啊一方面，我这些部门吼，又有曾经我提早提示，啊但是年关啊，但是这样，啊跟另一方面些，啊过来平衡了吼，啊当然话，你这啊个上市过来也不用了吼，啊请来两边不用了吼，啊同学我们是很新的，啊。再请先蔡经理哈，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好，好，谢谢。感谢父亲的慈悲，请大会师公，谢谢啊，谢谢。